我们永远都要在一起。欢迎回家。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这些都是你这两年布置的吗？你不在这段日子里，我把你发的每一条朋友圈都存了下来，和你视频的时候我也会偷偷的截图，因为就算我们没有在一块儿，也不应该错过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就都记录下来了。你看这个，这张照片是你在国外第一次上手术台，那天做了十几个小时的手术，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上这个口罩的印都还没消下去。嗯，还有这个，有一次我在出任务，告诉你我胃疼，你就帮我点了外卖，结果我一看，不只是胃药，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。那个外卖小哥还以为我得了什么病呢。你是不是把我当药罐了？还有这个，那天我一抬头，看到这片星空，我就觉得真好看。我就在想，你在那是不是也正在抬头看着同一片天空？不管在哪儿，只要我们抬头，都会看到同一片天空，同一片星辰。干什么呀？你看什么？我想看看你。看什么？我想看看你这两年有什么变化，是我不知道的。也许多了几根白头发。还有就是，厨艺没有以前那么好，因为你不在，我也懒得做。但是不变的，这我再也不要和你分开了，我要一直黏着你。好，我们永远都要在一起。欢迎回家。